新北洋热敏收据打印机 BTP-2681， 国内首创抽屉式纸仓设计，满足狭窄空间应用，采用类金刚石镀膜打印头，可靠耐用，全金属骨架，安全稳定，简单易用，热敏收据打印的最佳选择。功能性能强大，满足各种应用需求。BTP-2681 抽屉式热敏收据打印机产品介绍。桌面式、悬挂式、壁挂式安装方式，可满足复杂环境下的打印需求。顶部可承重10千克，可作为储物台，也可作为嵌入式产品。外形小巧，高度仅有11.4厘米，节省使用空间。国内首家采用类金刚石镀膜打印头，原装进口切刀，切刀寿命200万次，可满足高负荷打印需求。原装进口电机，性能稳定，超大传动齿轮，全金属骨架，用料扎实，坚固耐用。顶部前端有防盗金，防水等级达到 IPX2。 抽屉采用双轴滑轨导向专利设计，比同类产品结构更坚固，开合顺畅，不晃动。强静电防护设计，8000伏抗静电能力，远超国家标准4000伏，避免打印头、主控板等关键部件被静电击穿。采用 CE and UL 欧盟认证安全电源，成本是普通电源的2倍。壁纸通道宽度连续可调，免工具随意调节通道宽度。纸浆浸传感器位置3档可调，满足不同纸卷应用需求。超大开盖扳手，符合人体力学设计，可以轻轻松松拉开纸仓。板在 USB 接口，可选择串口、并口、以太网、蓝牙、WiFi 串口加网口，更换接口非常方便。80毫米全幅面打印，让打印毫无死角。每秒310毫米高速打印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多种特效打印，可以方便地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。内置声光报警功能，24伏大蜂鸣器，具有来单提醒功能，适应厨房等嘈杂环境，可提供 iOS、Android、Windows、Linux 等操作系统的2次开发接口。BTP-2681 安装说明，连接电源。连接电源线与电源适配器。确认打印机开关为关闭状态。按演示方向，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打印机。当听到咔的一声，证明电源接口已锁紧。安装耗材。搬动开盖扳手，抽出打印机纸仓，放入耗材，将耗材前端拉出超过胶滚，确认耗材平铺于打印通道内，关闭打印机纸仓至锁紧状态。打印测试，按住 Fit 键，再打开打印机开关，直至打印机打印自检信息页，再次按下 Fit 键并松开。打印字符测试页。安装驱动。驱动有2种安装方式。一，一键安装。打开驱动文件夹，双击运行 Silent
setup.exe 文件。当驱动文件夹内增加 silent-setup.txt 文件时，代表驱动安装成功，重启打印机。二、自定义安装，打开驱动文件，双击运行 setup.exe 文件，选择我接受，确认打印机型号，选择典型安装，确认系统类型，下拉列表选择需要的接口类型。如果选择网口，则需要输入自检页上的 IP 地址；如果选择串口，则需要输入自检页上的波特率等相关内容。选择其他端口则无需进行配置。点击安装，安装成功，重启打印机。打开开始菜单，选择设备与打印机。鼠标右键单击驱动，选择打印机属性。点击打印测试页，打印机有走指动作，说明驱动安装成功。点击确定，驱动安装完成。